刚刚我们体验过那个月亮的稍后阅读之后，你觉得这样够吗？啊，这样好像也不错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些时候还是不够我们的，就是使用情境。为什么哈？比如说你看哈，像我今天来上课，或者说比如说哥有时候，哎，你现在要做报告，对不对？可能跟报告相关的这个页面，是不是要先准备一下？但是我是报告的时候才要用到啊，可是平常工作的时候不用到啊。就或者像你看，我来这边上课，哎，我们上面这几个分页是我待会就是我们这次研习会用到的，所以我进来就先开好啊。那我就要问各位一下喽，如果比如说你报告的时候，或者是要跟同学讲的时候，哎，那我一开分页的时候就要记得这么多分页，请问你会记得吗？常用的当然你会记得，可是很多是那个文章的网址有没有？你大概就不可能就放在这，除非你一个一个有。把它先开好。那所以我们现在再介绍大家另外一个哈，就是这个。这上面虽然是介绍三个套件，但是原则上我只介绍一个，就是这个方式呢可以帮你轻松打开上次关闭的 Chrome 分页。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先稍微看一下。今天如果说你把这个分页关掉了，哦，我就是这个直接关掉。好，预设值，你下次打开是不是有一个全新的？那如果说你没有装任何扩充工具之前，其实你可以从这边 Google Chrome 里面，或者是我们的 IE 也有，火狐也都有，哈，Firefox 也有，就是你从这里设定，好，进到设定里面呢，有一个这个地方，就是所谓的起始画面。起始画面你可以选择这个叫做继续浏览上次开启的。所以今天如果我把我现在这些页面都关掉，不是关掉了，就是说我把整个浏览器关掉。因为我上面是有这些分页，所以呢，我关掉，下次打开的时候，这些分页就打开，这是软体本身预设的功能。但是呢，因为我刚刚讲情境是不一样的，我今天可能平常的时候暂时不用到，可是我来这边的时候我就要用到啦。那用完之后，我回到家，我希望回到我原本刚刚那，就是有在用的这些延禧的就不用开那么多，所以我会用这个功能。你看一下这里，你看我在家里面的。有没有？我早上还在用嘛？你看我在家里面的，我就打开这几个我要用的就好了。啊，我来这里我就打开这几个啊。你有没有觉得这样好像方便一点？对不对？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情境的需求，好，情境的需求，那这个时候我就会像这样，比如说，哎，我在整理报告的时候，哎，我就用另外一个分视窗，我就把相关的都整理好。那明天，因为可能你第一次报告，也许要好几个晚上，甚至很一段时间嘛，研究报告也好，那我就把那个就相关的，我就哎，比如说你要登录哪些地方的，我就整理在那个里面。那我下次要用到的时候，我就从左手边啊找到，你看我可能哪一天用，你看湖尾科大用的，我就打开，有没有？这样我就不用说我还要再一个一个把它打开来，是不是就方便一点？那不要忘记这些一样可以同步，所以。我们讲的云端时代最大的差别在哪里？物联网嘛，虽然我们不是买卖东西，也不是那个哈，但是重点是这些资料是可以同步在一起的。好，那我们来试看看哦。如果你今天假设我现在这一个，你可以按到这里，这个你们上面好像也有装了嘛，对不对？好像也有这样子，我忘记了。好，没关系，这个你把它点一下。如果你现在这一个，你想要把它储存起来，有没有？你就按上面这个有没有储存，你就可以自己命名，就这样而已。那如果呢，你有两个视窗，什么叫两个视窗？我在这边，比如说我这边有另外一个凛冬的，有没有？哎，我看一下，哎，我用另外一个，我多丢一个出来好了哈，开一个新的，我把这个丢出来好了，这样，我这样是不是同一个账号，但是有两个视窗，有没有两个浏览器视窗？对不对？如果我是这个情形的话，你再看一下哈，我一样按一下，有没有发现有一个 Window 一跟 Window 二，它也跟你分得很清楚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现在这个工作阶段，我要两个视窗才能够完成的。你也可以像这样子，当然你可以自己选择。如果这个我只要一，我不要二，你就把这个关掉就好了，有没有？就很单纯。那么你给它一个名字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呢？你要还原的时候，假设我打开这个，我想要还原，你就来右上角这里，有没有一个还原？你就可以从这边去选。那它有两个，应该说三个选项了哦。
有三个选项，也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还原到什么一个视窗里面去。预设的话还原它会怎么样，还原到一个新视窗，所以旧的这个视窗不会不见，好，就不会不见。通常我会用这一个啦，所以我就大致上就用预设值就好了，好，预设值就好了，这样了解了吗？好，所以其实如果说您可能在平常收集资料的时候有需要，或者是您做某一个工作某一个报告有需要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像这样分开来，资讯分流，才不会让分页那么多个，这样了解哈？因为像我自己平常自己电脑分页，我大概开二三十个了，机体比较多一点，所以可以浪费一些没关系。但是我也会发现，真的太多还是会变慢，好，还是会变慢。所以其实你透过这个方式整理，是真的快很多。你就不用说，我每次都要一下开那个，一下开那个，然后某些网址又要记得，好，那你加入最爱是不是有麻烦？也是要找啊。哎呀，就透过这个方式，我就可以在这个不同的工作范围或不同领域上，就可以稍微分开。OK， 来还给你喽，给你试看看。